宫庙何种祭拜方式才正确呢？在宫庙祭拜的时候，可以针对需求拜一位神明，还是必须要跟每一位神明打招呼？必须和每一位神明打招呼。你自己是那个教的，那跟这个人这是什么？你了解吗？这个？你去到人家家里，你只跟你认识的那个人打招呼，会不会很没有礼貌？我是将心比心啦，各位神明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